北韩的官方媒体呢，今天再度公布了领导人金正恩携带的女儿金珠爱一同公开亮相的画面。那金正恩与金珠爱呢，一起参加了首都平壤市郊一个大型工程的破土典礼。金珠爱从去年11月首度亮相后呢，到目前一共有6次公开曝光。由于大部分是参与军方活动，外界就推测他被视为接班人的几率相当高。不过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一名南韩学者的指出，其实北韩啊正面对了低生育率、传统家庭观念微弱等等的问题，所以身为最高领导人的金正恩才会选择让女儿金珠爱亮相，展现出和蔼的家庭气氛。旺旺水神抗菌液，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还有这边呢有辣七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七，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咯。